王，欢迎王不迭。啊，好可爱啊，卡哇伊，好可爱啊。隔壁邻居的小芝麻的感觉，对，好可爱，对。哎，哇，猜猜看，他是在庙会里面担任什么样工作的？哎呦，哦，猜猜看。我觉得布点出来之后，跟那个照片虽然有点落差，本人比较小只，但是今天有可能又来第二个女机身了。哦，女机身，对，因为有点深。我看她的板材有没有？太子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然后有没有那个？因为太子有很多嘛，有莲花太子，有什么金龙太子，有什么哦？不一样。感觉她就是会这样子这样子的那一种。是哦，其实这个有就用专业的专业的哦，又要去抓尾了，对对对，是什么？不是定，不是就。就他就不用看手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问问题就好，问问题，站出来问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，要问什么问题呢？我问他难一点，哎呦，好不好？来，因为台湾很多大型的宫庙有很多，那也有各同不同的阵头啊，对，然后会有很多这个不同的会啊，什么会什么会什么组织，有一个非常这个厉害的叫台湾龙狮义阵联谊会，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组织，就是有。有里面有舞龙舞狮啊，所有的对最厉害的团体都在那个联谊会里面。会长是谁？哦，这个哎要很专业吧？这个一定要专业的才对啊！专业啊！讲出来就糟糕，没有人知道，对啊，真的是糟糕，你才知道。他因为在庙会上是谁？会长是谁？是 No 哥。好，我看了一段什么业配？搞半天，真的是会长的业配啊！对对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你们认识很久了。哦，他也是小有名气了，十岁还八岁？六岁，六岁就六岁就认识他，六岁就他六岁就在从事他六岁就强迫入会，他的六岁他就在从事他的表演哦，表演对对，因为我跟他爸爸是旧识，对，所以我认识二三十年了，认识。那现在大概是八岁还是？现在是27岁，27了，跟我们想的一样。金大明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真正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哇！看得出来吗？武狮太酷哎！而且武狮是叠很高，那就把它叠在肩膀上。它是上面的，它是狮头。哇！它是武狮，女孩子武狮头哎，赛桃哎，然后又会打太鼓，全部都会，全部都会啊！太会吹，太会吹笛子，吹日本笛，日本的笛，太鼓的那种笛子。哎呦，啊，打那种很大颗的太鼓。就从小练到大，从小练到大，所以这爸爸妈妈这样，哎，家里面已经是第几代做这个事情？第四代。你是第四代？对对对对，我们是第四代。而且他们弟弟妹妹都还为了这个去练剧校上学，哦，特别去剧校读书，然后毕业就回来家里帮忙。哇，对对对，厉害哦。所以他是职业，他们是有名到只去日本表演。哎呦，就是我们代表台湾去日本表演。这是辅导，哦，对，哇，跟他们合作就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好厉害，厉害，有日本粉丝跑来找你吗？这样，有一起拍照，一起拍照啊，对不对？在日本也很受欢迎。厉害，厉害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超漂亮的这个东西，而且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之前在台湾也有看到那个我的朋友结婚的时候，他们有办这个舞狮，舞龙舞狮，嗯，舞狮，舞狮，超漂亮的，的那些。然后有哦，对，这一定要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，这个我觉得很浪漫啊，就是有加那种传统，对啊，我就是很想学啊，我想说，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，因为我跟你讲哦，他们有外国团员，哎，啊，外国的学生，我，外国的，对，真的外国团员是不是？法国的学生，法国，他也是法国的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当讲完学生啊的时候，他们会就是学校会提供这样的课程，就让你体验真的台湾的文化，有东西是蛮酷的，对，对啊，对，这个外国朋友应该都很有兴趣吧？平常叽里呱啦一直讲话的佩德罗，今天超安静的。哎，对耶，没有来吗？没什么兴趣，对不对？有来我感冒了，我蓄势待发。对对，但我也很喜欢。你感冒可以不要来啊！传染给我观众不可以没有吗？你有快筛吗？一定要来。我很喜欢了，我很常去庙会看这些，我很喜欢，我们外国人都很喜欢。对，真的吗？嗯，会觉得特别的不一样。很不一样啊！我们教堂都很无聊，我们欧洲的就是没有这一些，没有美女，没有表演。没有八家将，你今天跟平常不大一样，哪里？你是不是快呈阳性反应了？我们今天都把布点都请到棚内，对，
应该也要来一点表演，挑战一下现场的，超厉害的，高美莹哎，震撼的表演，碎啦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主持人，不好意思，秀带是我刚刚看到一只骆驼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金甲刚刚狮子好像跳不高，哎，动作怪怪的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有点？是不是？就有点喘的感觉。喜安诺，搞了半天，哎，好像跟小优在草丛发生什么？你们两个是衣衫不整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结果刚刚不容易，因为我刚刚屁股摇的好累哦。哎呦，我差点跟不上你。对，这个是以前就都没有练过，没有，临时就这样。刚刚我们在协调那个位置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表现很好，不错，对不对？思维就是要活泼，对，思维要活泼。对，因为尾巴对对对，你那是正确的，你那是调位置正确的。他叫我一定要狮头，对，因为他想要狮身哦，他要狮。他很深，很久没有失声，带失声，很久没有失声了啦。可是因为我以前看那个舞龙舞狮，他们那个屁股都很摇，我想说，我跟他陈小云哎，对啊，对了，思维厉害，其实对思维很重要，好累，对啊，但是最厉害的是这三，哇，那个鼓打得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这三个最厉害，很专业，好强哦，那个台北庆和馆哈，会长是谁？有机会赶快叫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他是他老板是他的阿公哦，对对对的阿公，然后是爸爸，对我跟他爸爸是好朋友，我是会长，他们是这个团体庆和馆是在我们的会之下这样。哎呦，还要这样子讲，一样也要对，讲来讲去还要讲回你自己，不是，就是都算是我们的团体啦，对啦，我们是聚在一起的一个会。哎，来问一下，这个有没有办法？因为我听到的是说，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一点，他们全部都要每个都要会，舞也要学，然后狮子也要会，都要。这两位帅哥也会吗？对，他们都是狮尾。都是我的屁股，真的，我们看看真正专业的好不好？好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马东哥会打，东哥会打，东哥会打，东哥打，他打鼓，嘿，请看真正专业的。行大运哎，赞呐！再次给王不点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谢谢谢谢谢，好棒哦！哎，刚刚 No 哥也蛮厉害的 ，OK 什么都行哎。对啊，就是对，因为当会长什么样都要会，对，都要会。这哎，怎么又什么都会长了？一直在介绍王不点，没有啊？但是他们都很认真，从小到大，哎，对啊，一直从事这个行业，所以是他们算是正职的人员。太棒了！希望你们多多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继续的这个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啦，谢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